这里的风景是不是特别美？这么大面积的森林，不是原始森林，是我们人工栽植的。我是于世涛，在塞安坝金林厂工作了13年，是第三代塞安坝乌林人。塞安坝是蒙汉合并语，意为美丽的高岭，曾经是皇家的后花园，也就是木兰围场。现在塞安坝已经进入了秋季，然后色彩比较丰富，是塞安坝景色最美的时候。你们能想象得到50多年前的塞安坝是什么样吗？这里是茫茫的荒漠，曾经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被砍得所剩无几，只剩下了风沙。塞安坝的北面紧邻着浑善达克沙地，是沙尘暴的风口之一。为了改善华北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，50多年前国家决定在此建立大型机械化林场。我是1963年5月17号上的坝，一到了坝上就见不着人了，几乎是满地荒凉都是沙的。我们种的是马架子，哎，就这样似的，种的木头杆子一指，几根木头杆一串，上面一能连起来以后，那人进去以后，我这个就得猫腻儿走。1984年呢，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，到今年呢，已经35个年头了。改革开放40年，塞罕坝也最大的变化，从山上看，满目青翠；从数字上看，我们的面积在增大；从人们的吃穿住行上，林场的职工也随着全国改革开放这个进程，生活也在富裕。如今我们看到的塞罕坝，是用两代前辈的青春和汗水，才营造起的万顷林海。塞罕坝所谓的土地，实际就是沙子。50多年前，老一代乌林人在这样的沙地上栽植着百万亩林海，确实是非常困难。林场寄托的，既有对青山绿水的期待，也有沉甸甸的责任。老一辈的成果在我们手上可不能毁了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曾经黄沙遮天日、飞鸟无栖处的荒漠沙地，如今变成了百万亩人工林海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。